古韵既是指千古文章精彩的文字意蕴，更是指我们中国古代千古流传的精神。嵇康，魏晋时期的一代名士，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，代表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，孤傲任性，大彻大悟，千古一人。他任性到什么程度呢？他的朋友山涛山巨源跟大将军司马昭推荐他出来当官，他听说以后直接写了一封千古流传的信，与山巨源绝交书，真的就绝交了。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嵇康终于因为得罪了司马昭而被问斩，临行前他把子女托付给了绝交多年的山涛山巨源，然后弹奏了一曲《广陵散》，从容就路。从此《广陵散》绝。有请著名表演艺术家何冰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占用大家几秒钟，我是瘦身营养师依依。我已经帮助上千位网友通过不节食、不运动、健康有效的方法减肥成功。这个是我好朋友周欣，生完孩子体重达到了136斤。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，在不节食、不运动的情况下，2个月瘦了29斤。这个是佳佳，现在已经瘦了24斤。还有陈先生也已经成功减肥，1个月瘦了19斤。如果你也想减肥，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请加我微信 AC119876。再重复一遍哦，微信 AC119876。现在添加依依为好友，还有机会获得依依为您量身定制的减肥计划一套哦。有请著名表演艺术家何冰老师。这封信既是向您告白，也是向您告别。嵇康写给山涛，约公元263年。嵇康谨启：您曾经赞赏我的辞官归隐，我也总把您当作知音，所以我就奇了怪了，您怎么还是觉着我想当官儿啊？您这是从哪儿听说的呢？年前我从河东回来，显宗和阿都都跟我说，是您提议让我接替您掌管人事的位置。这件事办不成不说，他还证明了您从来就不是我的朋友。您处事灵活，见人说好话，很少有批评。我性格憨直，心眼又小，很多事情看不惯，咱俩能成朋友纯属偶然。听到传闻说您要提拔我，我就预感到不是好事儿，就担心您当着厨子不愿意一个人做饭，非要拉着祭祀月祖带袍给您帮厨，把神器弄得又脏又臭，所以我给您写这封信，说说为什么不行。过去读书啊，总是有人在兼济天下的同时又能善守其身，我当时不信，现在信了。老子、庄子当的都是小官啊，孔子赶过大车，许攸住过山洞，仰望星空，这都是实现了抱负的先者。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同，却是殊途同归，各以本性行事，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我很小就没了父亲，母亲和哥哥骄纵我，正经的书我就没读过，性情懒散，筋骨无力，肌肉松弛，头发和脸10天半个月不洗一次，要不是特别的闷痒，绝不洗澡。撒泡尿都得忍到膀胱发胀才起身去解决。骄纵的日子长了，就生成了孤傲散漫的个性。行为减慢无礼，
这副又臭又硬的德性能被朋友们宽容，只是因为不计较罢了。这就像那些鸟兽啊，小的时候加以驯化，它就能有规矩，要是长大了才去管束，必定是乱踢乱踹，宁死不屈。你就是金标玉佩、锦衣玉食，他还是更迷恋山林和草原。在阮籍嘴里，从不会说别人的不好，这一点我就比不了他。他智性过人，却从不伤人，只是爱喝点酒，被嫉恶如仇的正人君子诟病，要不是大将军护着，早就完了。我没有阮籍的天资，却有无理散漫的毛病，又不通人情，不懂潜规则，遇事不知谨慎，偏爱畅所欲言，让我去处理公务，天天鸡飞狗跳，想不出事儿都不可能。再说人伦有礼，朝廷有法，对我而言，官场有七大受不了，两大过不去。我喜欢睡懒觉，当了官每天都要被催着起床，这是一大受不了。我喜欢弹琴作诗，郊野垂钓，当了官得有一帮人盯着，不能乱跑，这是第二大受不了。你上班不得正襟危坐，腿麻了也不能摇晃吗？我身上虱子还多，老得去挠，要让我穿着正装去见领导，这是第三大受不了。我就没写过公文，又讨厌公文，当官事情多，各种公文堆满一桌子，不处理失职，都处理伤身，这是第四大受不了。我不喜欢吊丧，但人情呢又特别重视吊丧，你不去吧人家有意见，你去吧自己又不愿意，这是第五大受不了。不喜欢的人你也得共事，饭桌上喧闹刺耳，环境污浊，各色伎俩成天就在你眼前表演，这是第六大受不了。我没什么耐心，一旦当官公事繁杂，部门工作你得操心，人情世故你得考虑，这是第七大受不了。让我当官啊，还有两大过不去。我经常攻击周公、孔子所代表的正统思想，要是在官场上管不住嘴，被人传了出去，那是主流价值观没法接受的，这是第一大过不去。我脾气暴躁，看不惯就说，碰上事儿就火，这是第二大过不去。以我狭隘的心胸，加上这九大隐患，要我去当官，不是被杀死，就是被气死，我能活得了几天呀？我人与人相知，贵在了解彼此的天性，然后成全对方。您看，那直的木头不可以做成轮子，弯的木头不可以做成船子。您不能自己觉着官帽好看，就非得给别人戴上；自己觉着腐臭好吃，就非得给凤凰吃死耗子吧。您执意骚扰我，不过是想为朝廷物色人物，满足琐事之需而已。世上的人都爱荣华，如果您看到有人独自远离，并能由衷赞赏，那么您就是我的朋友，可以无话不谈。如果您的兴趣是想带着我共谋前程，伴随为官分享快乐，您真要是这么逼我，我一定会发疯的。没有深仇大恨是做不出这种事儿的。山野之人觉得晒太阳最快乐，吃芹菜最香甜，想把这些献给皇上，心是好心，但您用错了地方。希望您别做这种事儿，这封信既是向您告白，也是向您告别。嵇康，锦起。